这个心里头微细的那个波动啊，他见到了，见到才能够把他降服啊，才能够使他慢慢再平静啊。你见不到的时候，你对他就没有办法用功夫啊。见到之后才能够降服他啊，所以八地菩萨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啊。这个时候见到什么？见到依他起心的那个根源了啊，那个波动的源头啊，他见到了。原生之法本非真性，性体无此原生，因不着原生而无知，乃是性也，是为生无性。啊，这个生无性呢，是对依他起的。啊，生是讲生灭，生灭就是有为。啊，所有一切万法都是个生灭法。啊，为什么它有生灭呢？因为它是生灭心变的。啊，生灭心就是生灭的念头，我们的妄想念头，一个念头灭了，底下一个念头接着就起来了。啊，我们自己晓得我们这个念头的起灭，这个念头是很粗很粗啊，要最微细的这个念头啊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觉察到。啊，但是阿赖耶识里头那个微细相，我们能够觉察到的这个念头是第六意识。啊，我们讲意识，啊，就是下意识，啊，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能够觉察，啊，所能够觉察的还是意识里面那个粗显的一部分，啊，它微细的那一部分我们还是觉察不到。啊，那个阿赖耶的微细相啊，那当然就更难了，啊，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。八地菩萨见到阿赖耶识了啊，八地菩萨，你就想那个心多清净啊！啊，我们清净心啊，就是定功啊！啊，世间的定功，四禅八定啊，这是没有出六道。我们讲一般修定呢，这个功夫分八个等级啊。第九的段的功夫啊，就出三界了，啊，就出离六道轮回了。阿罗汉辟支佛所证的叫九次的定，啊，那是第九等的定功了。啊，可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定功，在大经上，原教大经上。他们的断证功夫，也就是像定功，等于其性位的菩萨啊。换一句话是，其性位的菩萨的定功啊，这是第九等的定功啊，八性、九性、十性啊，再到初住啊，初住啊。有十个位次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有三十个位次。然后从初地、二地到八地，你们想想看，那个等级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八地菩萨那么深的定功啊，观察到阿赖耶识的心动啊，这个心里头微细的那个波动啊，他见到了，见到才能够把他降服啊，才能够使他慢慢再平静啊。你见不到的时候，你对他就没有办法用功夫啊。见到之后才能够降服他
啊，所以八地菩萨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啊。这个时候见到什么？见到依他起心的那个根源了。啊，那个波动的源头啊，他见到了。啊，所以原生之法本非真心。啊，到这个时候他亲自见到。啊，真心本性啊是不同的。啊，那么这个阿赖耶里面这个动向，还是无明在作祟，这一念不觉。啊，而有无明啊。这是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根源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啊，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？从这儿来的。啊，可是真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性体无此原生。明了这个事实真相，对于所有原生，不要说原生所现的幻象不执着，原生也不执着了。啊，原生是能生，现象是所生，能所都不执着。啊，晓得呢，这个就是性。就还是真心的起用，啊，这个叫做生无性，啊，就是缘起性空啊。前面依他起性是讲缘起，啊，生无性是讲性空啊，啊，缘起性空，生亦无性啊，是对圆成实说的。圆成师说实在话是很不得已，啊，佛为我们呢起了这么一个名字，啊，显示一切幻妄之法，这个法之外呀，啊，还有一个真实，啊，我讲这个幻法之外，啊，这个都有毛病，都有语病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幻法实在讲啊，就是真实，啊，但是讲幻法就是真实啊，大家很难懂啊，啊，怎么虚幻就是真实呢？很不好懂。幻法之外有个真实，是啊，这个大家比较好懂。可是虽然好懂啊，很容易啊出麻烦，啊，很容易把意思错会了，啊，不执着这些幻法，这个幻法就是真实的，啊，只要在幻法里起心动念，那就错了，啊，就错了，啊，所以说佛是不得已而建立的名相，啊，可见的名相是缘起的，缘成实是缘起的，甚亦无性也是缘起的，啊，嗯，那真如本性里哪里有个甚亦无性这个名字呢？啊，没有这个名号的，啊，所以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懂得，啊，这个甚亦无性就是真如本性，为一切法之本体，名第一义，一名甚义，啊，甚是殊胜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地方说了，啊，真如性本体第一义甚义，可见的佛说这桩事情也说了许许多多的名相，啊，此性真实，众生本具，本来圆满，所谓圆成实也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虽然
不能够彻底明了。我们对佛有信心，佛决定不欺骗我们。真如自信，我们个个都有啊，本来具足啊。现在虽然在迷，迷失也没有欠缺一丝毫。诸佛如来觉悟了，证得了，说个实在话，他的自信也没有比我们多一点点，没有。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呢，佛就讲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佛在《华严圆觉》上都说，他说这个话呢不多，在一切经里头很少经上有这种说法。这才说出真话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华严经上尤其说得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佛的智慧是圆满的，我们每一个人智慧也是圆满的。佛的德相无量无边的，万德万能啊，真的是随心所欲啊，应化在设法界啊，应以佛身得度，他就现佛身相，佛现佛相；应以菩萨得度，他就现菩萨相。这个叫圆满的现象啊！佛告诉，这是我们的本能。我们的本能呢，今天呢失掉了，佛告诉我们，不是真的失掉了，真的失掉了就不能叫本能了，就不能叫本具了，不是真的失掉，而是怎么失掉？迷失了，就是你现在一念迷，如果你一念觉了，你的智慧德能马上就恢复了。迷跟觉都是无实的，前面我们说过了，不能再说了，然后花的时间很长。我们的麻烦呢，就是一念迷是念念迷，我麻烦在此地呀。偶尔也有觉悟的时候，可是第一念觉了，第二念又迷了。那个觉悟啊，就像闪电一样，这是古人比喻说石火电光啊，这一会儿又迷了，如何能够保持念念觉？那就成功了，我们的本能就全都恢复了。《金刚经》上就是给我们讲这些理论与方法。这个方法里头最重要的，我们用很浅显的话来说，就是看破放下。放下看破，交互的去用功。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，放下一分呢又看破一分。又看破一分，你就再放下一分，这样辗转相辅相成。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诸佛之成佛，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就用这个功夫。这个真的叫直截了当。那么这是本具本来圆满，所以叫圆成实。然圣意亦是名字，故曰圣意无性。他也没有自信，
应病圣意之假名，也不着而无知，乃真实性也。可见得要见真实性，真实性就是清净心，就是真心，就是本经前面讲的信心清净。清净就生实相，实相就是此地讲的真实性。阿弥陀佛。